奔驰也开始放大招了，从之前的40万，现在优惠暴跌18万，这样的优惠力度可谓是太让人喜欢了。随着现在汽车市场不景气，奔驰也开始玩起了大幅度降价的套路。以下这四款奔驰 SUV，它们的优惠力度可谓是一个比一个狠呐，而像最低优惠也要达到7万多了，现在落地只需要20万出头，都开始和丰田和本田抢市场了，这不是降维打击，这是什么？第一款奔驰 GLA。现在新款的 GLA 也是正式面向消费者了，只不过它的优惠力度比较小，而它老款的 GLA 现在很多 4S 店都开始进行了清库存大甩卖，优惠可谓是非常的大，最高能够达到7万多。它的裸车现在直接降至20万出头，和本田的 CRV 简直是一个价位的，20万左右就能够让你开一台大奔驰，想想是不是挺激动的呢？但是在我看来，这款车它的性价比并不是特别的高，你花22多万只能够买到一台 1.3T 小排量的发动机，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。马力只有164匹，动力体验还是非常的差。而这款车也是有 2.0T 的版本供你选择，马力也是能够爆发出190匹。从数据上我们就能够看出，动力体验可以说非常的强劲，零百加速只需8秒左右，半骑落地的话也要26万以上了。在价格方面，我感觉还是有点贵的，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敢卖这么贵，并且这款车在车身尺寸方面是不占任何优势，4米43的车长，坐进去还是会有种拥挤感。内饰方面的用料和做工以及档次感都不怎么样，奔驰的豪华感在这台车上面根本就看不到。只不过它毕竟是个奔驰嘛，光车标就占了一大半，开出去也是非常有面子，并且它也要比宝马 X1 划算的太多了。好在它是个四缸机啊。第二款奔驰 GLB，这款车它的三大件方面和奔驰 GLA 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在车身尺寸方面，这款车要更大一点，档次要比 GLA 高一点。而这款车在空间方面表现也是非常的宽敞。只不过它的优惠比较小，只有2万多，但是它的老款车型现在很多 4S 店都是有库存的，优惠方面还是非常的可观，能够达到7万左右，将近8万也不是问题。它的最低配车型裸车价已经达到了22万多，这可要比 GLA 划算的太多了呀！毕竟无论是在车身尺寸还是动力方面，它都要比 GLA 强，车长也是超过了4米6，它的车内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，并且档次感也要比它强。只不过它的 1.3T 版本你就不要考虑了，小马拉大车毕竟还是不实用的，不仅动力差，油耗也比较高，入手简直是个坑啊！而它的2.0的版本还是可以被考虑的，马力能够爆发出190匹，零百加速只需9秒左右，百公里的油耗是在10个。可能会有人说了，我都开奔驰了，我还在意这些吗？面子肯定是最重要的。对这些人，我只能说一句呵呵了。第三款奔驰 EQA，这款车是纯电动 SUV。而现在这款车也是成为了很多 4S 店最头疼的车型，因为它根本就卖不出去呀，买它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，都快成为店里的大神了。而这款车从1月份到8月份只卖出了1700多台，平均下来每个月只有200台左右，你说可怜不可怜啊？同样也让这款车它的优惠力度能够达到9万以上，这简直和大降价没有什么区别。指导价从32万1800，现在优惠完后已经是在20万左右了，并且这款车也是不用交购置税，半骑落地才24万多。这样的性价比你感觉怎么样呢？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一般的，因为奔驰在新能源领域里面表现的本来就很一般，用的还是最普通的3元锂电池，并且在电机方面的技术也是非常的一般。它的电车相比它的燃油车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，而且它的快充技术也是没有什么用，基本上是被其他厂商给全面碾压了，续航里程是在500公里，在这一方面它还是可以的，再加上尺寸方面也不占什么优势，4米46的车长满足家用足够了。但你要说它宽敞的话，那真的是比较违心的，坐进去也是有种拥挤感。反正在我看来，它也就值个10多万块钱吧。但是它毕竟是个奔驰，光标就要值10万，开出去也是有面子，所以它才卖20万多。如果说你们那里没有什么优惠，落地要30万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考虑了，千万不要当大冤种啊！第四款奔驰 EQC，买这款车的人也是一个大冤种。这款车的销量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。1到8月份也是只卖出了2000台，可以说根本无人问津，也没有什么人买。只因为它的定价实在是太贵了，起售价是在49万多，这也导致了这款车它的库存压力非常非常的大，部分地区已经给出了18万的优惠力度，但就是这样也没有人考虑，因为这款车它真的是个韭菜车型，用的也是3元锂电池，续航只有450公里，而它的实际续航里程比这还要低，所以这才导致了这款车跌到18万也没有人买，要动力没动力，要空间没空间，你说你买它干啥呀？这不纯纯的大冤种车型吗？有的人买这款车也是看中了它的车标，开出去有面子。对于以上这点的消费者，还是可以考虑的。这四款 SUV 现在优惠力度都是特别的大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是车圈大哥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